本来我不想杀你，可是你自己撞到枪口上，就怪不得我。住手！ 有什么事情放了他，出来。你曾经说过，你的命是我的。对不起，以后的路我不能陪你走下去。 但我希望好好的为自己活一次，好不好？你导演着战斗，却忽略了结局。我现在就在极客飞行的天台。 警方已经控制了现场，泰哥被抓了。安宁呢？警察在追。你和小肖现在哪？放心没事，等一下公安局见。好，一会儿见。不是没事了吗？为什么要去警局啊？都怪我，不应该丢下你。 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，而且会说放心有我在。我跟他们也是这么说的。放心，有我在。好像每一次我都会搞砸了我们的约会，多想时间停留在这一刻。 或许这一次我们会分开一段时间。没关系，多久都等你回来。要飞了。 我觉得从今天起，咱们俩友谊的小船可能就要翻了。小船不翻，咱们俩怎么坠入爱河呢？南小姐，你永远需要我。 嫁给我吧！嫁给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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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五行可不缺金了。你五行缺我。<笑>